咦，谢谢这个司令毛毛送的粉丝灯牌，扔掉懒。其实在那上班之后啊，上班了一个月左右，我没有一个礼拜天不是自己写的，就每天七点绝对准时。我还好。说到油茶，我真的好想喝油茶。就是我生病那两天吧，胃不舒服那两天，我妈给我做稀饭，我就说我真的不想喝稀饭，自己点这个油茶，那个油茶巨难喝，还不如楼下买包那油茶粉自己一冲。三千里，我什么干主播的不对，还说到做到吗？难道我要说到做到吗，朋友们？学姐不适合，我适合学妹。武功线的，但是这个光，我跟你说，学妹啊，只有一个双手，就是打个腮红。大学忙着倒货呢，大学两年忙着倒货呢，不知道。你看你妈喜欢啥那个玩具？我跟你说，他从电脑里偷出来。那天跟那个谁，那个磊磊聊天，就认识磊磊聊天嘛。然后他们家不是男娃嘛，然后我说那个朋友是搞那个游戏玩具的，然后哪天有什么要的玩具，给你娃送一送。他特别喜欢小鸡。520啊，大家节日快乐！我有狂飙。嗯哼，人家叫慧敏。你给我加那个紫心特效了吧？一个人过吗？今天我跟万万过，我们集体过。哎，让我看，哎，我等会儿再 P 我的那个。哇塞，我觉得高总把我拍的真好看，我听点他。刚才有个人说我像熊乃瑾，你知道熊乃瑾是谁不？咋能知道熊乃瑾呢？命令你现在此刻此时立马搜一下。你看我把那个图片 P 好了，放在群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 P 的图，是不是啊？等会儿我们要发视频呢，就能看到我这。欢迎大家，我们是这样，本来昨天说了一个什么，说的是今天晚上聚餐的，结果大家都要去玩零腿，就没有人去添了。我们下个聚餐去哪儿吃饭呀？我们去葫芦头吧。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谁说的？新媒体车队咋没举过？谁在这吃的餐餐？马云不是也吃了吗？不行，我要洗清我的冤屈，说的我好像和那啥一样。而且那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呀，就是那天烤肉的，大家都知道吧？我不知道。就这样，我就想问一下，聚餐是团建还是大家 AA 呢？那就算了吧，当我没有做。对。那个我们新进来的粉丝朋友们啊，榜二是我们的工作号，这个是我们的
我看我也有看你看像太富这个问题我就我自救的全是放松的吗我回复不是陕西人是陕西人看我像哪里人不是陕西人你看我像哪里人哎刚才不是回这个问题了吗用你的透视眼目测一下我这个多大的鞋哎呦嘲讽是榜二是我们福林林肯的号啊榜二是我们福林林肯的号我们林肯的号那个每天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每天两场然后主播自己的号偶尔会播每明天休息平常一场大部分时间每天一点我们的榜二的观众还可以点一下榜二在这个时刻欢迎小萌萌啊欢迎大家520没有约会天明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看人家这个买这个鞋我没买对人家那个鞋要求的是就是比较厚更软假装没事了今天早上我们现在录的不多太多了明天我们约哪儿呢我问小丁的我有男朋友吗我男朋友都在直播间老公在哪儿我的身材我看我哪个老公在怎么了你累了说高的幸福呢我懂得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我难道在直播间啊就是太哎我就这一个男生我就是这一个我现在真的是养成习惯我们是几点开播的我们是几点开播的哎呦云岩欢迎大家是吧今晚不跟男朋友过节这我男朋友都没出现我咋过节哎小周准备521跟我在哪儿约会呢我妈说她感冒了我明天可能得回去看看她但是我又怕她是那啥你说我矛盾不你们家一电视见啥哟小周是在线的是在一店买过车还是打车还是咋着的啊我们今天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Z 不是有一个好莱坞红色那个车吗早上拍了一个照片随手拍的特别好看然后我们估计会发出去明天100辆车肯定嘛你就好好工作吧好好工作寒暑假就赚钱的照片我觉得照片还为什么没有那么高的更新度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说的是我们原来的好一点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对了，你说我一米七了的身高嘛，我脚也不会太小。你看这个光就很好看，我之前在外面光线好容易曝光，然后老说我什么静脉曲张。放心，哎，咱啥时候也来一个？去哪儿？你以前是哪儿上班？我不告诉你。我知道，而且你是不是换好多个店？啊，慢走，慢慢。柠檬加可乐，可乐加柠檬。我跟你说，这两个号我都能穿，还这两个号我都能穿，对不对？热胀的很多嘛，而且三八撑一撑就是三九。找连流怎么偷偷？对，突然决定啊，临时决定。啊，其实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是挺对的。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说的。可以给你放，有人点歌哎，主播了，有人点歌，这么多人点歌，有人点歌，哦，是我点。不是，小猪刚才也点了一个，小猪点了什么？你被写在我歌里是谁的歌？是不是不打理？我听着名字像是不打理。嗯哼。然后呢？是那个吗？是那个电视台的欢迎大家，帅不帅？帅不帅嘛？帅嘛？你说人还是吗？人嘛。这不重要。我跟你说，帅啊！我跟你说，你别给我看看那个照片吧，再把沙拉给我。然后有一张图，我没 P， 我想要哪天 P， 然后一直出现在我的首页，就是我和非常丑的我和非常帅气的玛莎拉蒂。然后我昨天狠心把这张图给删了。哦，好恨。我觉得凉鞋是今年夏天买的第一双凉鞋，我后面的凉鞋还没买呢。哎，猜下我的鞋我跟你说，现在全网有三分之一的女博都穿短腿，而且现在不用搭配，真的，全网三分之一的女博都穿。我哪个脚一点？说大拇指，打个拳头。我这个人就是我这等会儿时间，我上回去那个水木盒的时候剪咋长了吗？我那个指甲刀拿了，玩吗？我不敢了，他们被领导。我先这样往这一架，哎，下回我还行。哎，不过现在朋友们有没有？我新手村，你知道把我累死了。我终于出了新手村，姐姐躲。对，他塔的那个东西。呀，太有意思了呀，哥哥，你不知道，太有意思了。
节日快乐啊，欧阳，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太有意思了。慢的1米4好了，实际身高1米4。每次说的还不一样，谁给我送粉丝牌？谢谢大圣送出的粉丝灯牌。不是你这个数字有什么说法？好的，知道了。哦，那1米6物理上。对呀、啊，你也知道，但是你还是不停的教，反思一下，我反思一下啊。哎，上来就这样，我也不给我送那么多花，今天可是520啊。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站在那窗台，唱着呢，唱着呢。养成系，你不是也爱玩养成系的游戏吗？你的那个什么什么国王什么王国什么，不是也是养成系？不管是插卡的还是网络游戏，养成系。昨天那个视频播放量一般呀。我记得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粉丝叫，还记得。你知道那个卡带你知道吧，它很划算，我当时买的应该是150左右的那个卡，我现在不玩了，我把它卖出去130，我还可以再买一个。对，你可以，就比如说我玩的这个游戏，对，你可以注册无数个号然后再来一遍。昨天他们还问我那个，而且这个可火了，我当时买的是预售版，我买的是一个380，我这两天在看，现在已经是500多的预售，海外代购500多，早买早买预售很好，而且我不舍得卖，不舍得把那个卡放。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咋都不说话嘞？我娶你啊，你什么成分啊，让我娶你。我记得有一个艺考中心就叫什么沉默单亲什么什么单亲艺考，
主播一七一，主播一七一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五二零的下午好呀。人家说那个送鞋是什么什么意思来着？送鞋是什么？让你走。你这个声音，人家直播间都能听见，兄弟。股东一个跟我长得差不多，这是谁呀？让我关注一下美女。现在汽车什么这么多？现在有什么特别网特别红的汽车主播吗？嗯，貌似那个车，我们是那个榜二，是那个福林啊，那个。榜二，我是福林林肯的主播。榜二那个没有关注，还可以关注一下。那个一般我们会用公众号。是往年的吗？在呢，在呢。二榜二是我们的工作号，兄弟们，没那个关注榜二的这边。啊，榜二也可以点一下关注，一般就是用公众号过，公众号过。今天是突发奇想，小钟你在哈哈啥？你通过网线都能闻得到吗？那万万不要熏死，辐射到你了是吧？辐射到你了。小曹，你给我过来！我发群里，我现在直播呢，我就 P 了一张发咱群里头。你们要几张呀？那我再 P 一张。叫那个叫童男童女过来玩，我们在那个休区。哎，不是不是，对，就是女生休息的这个区。呀，小曹真的很难上心，赶紧帮他。嗯。原图就不发你了，给你说一下，还有这三张。展开说说。现在这渠道太多了，挣钱的渠道太多，我现在用钱也可能思路比较跳一点，我这人本来思路比较跳。有啊，当然有了。
你太大男子主义了，好不好？你太明显，你而且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继续了，好不好？我现在就是下班，以后能不能不要再重复说开始无聊的女性笑话，已经是十年前的老梗了。我想问你。尤其是咱们新来的两个小姑娘，对对，那以后肯定还是会有新进的小姑娘，就开一些无聊的女司机的玩笑啊。太多了，可能太多了，张口就是。哎，我说不能吗？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我说不行，这个还行。嗯，眼神有啥好看？你当然啊，眼神啊。那你要是个女的，肯定没人卖。别走，别走，把猫猫叫来，再走。整天都让月月干活，被你说的，我真的特别想讲。我知道，那所以说。每天吗？为啥今天不挂？那你挂腿毛吗？我觉得腿还挺细的，挂完腿毛。我想看一下嘛，那整天欢迎。欢迎朋友们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然后把阿硕的工作号、那个榜二的工作号五天，每天都会有的。嗯，你看了我，应该是第一次，第一次就是正儿八经直播，不知道，给我点个，那个，不能点。太慢了，能不能点个兜里一点的歌？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个，对，可以点点关注，然后点下我们榜二，两个号以后都会比较活跃。灯过关里好多颜色，小周伤心。微笑却不见第十七个，我想到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第十三个故事，在没有讲啥我都记得。嗯。中古世纪的城市里，他们会在乎这个吗？我想就走，我怎么懂得这么少啊？爱我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远方传来风笛，我自在有你的消息，是那位爱上这秘密。
我是呀，我是呀，榜二是我们的公众号，今天怎么还播？对呀、啊，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啊。那个，主播多高？主播一米一。胖迪今天没有陪你老婆做520吗？别说了，我现在好晕呢。我的身心，心里空没有水的枯井，我用寂寞的自信描绘后
就是那天去吃涮羊肉的时候，算了，说了，我觉得对不起你呀。小周见证了我啊，我知道那种，就，哎呀，他让我上台，哎，谢谢这个新朋友的小星星啊，福林林肯的号啊，这个是我的公众号，现在不知道是粉号，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每天就是早上下午都可以来跟我聊聊天。一般我们公众号聊车会比较多，三号不能聊车，然后就是可以跟我聊聊车，打那个打打架，聊聊天，抬抬杠。桀骜不驯啊，桀骜不驯那个刚才那个什么路过问了啥，那我真的好困，中午还喝一杯那个拿铁。周周你今天不上课吗朋友？这个点3:40这个点不是应该在上课，难道上多晚课？哎，话筒给你，饭碗走了，话筒给你，你们吃饭了。这来晚了好不好？刚才一直在这边动来动去的，这会儿想坐好了，你们没有没有的。谢谢刚才这个朋友送的粉丝灯牌，没看见是具体是哪个朋友送粉丝灯牌的那个朋友给我打个一，让我读出你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感谢。没打一是什么情况？刚刚没看到6:19，你送了吗？你没有送吧？你看你前面这个都不是我直播间的粉丝牌呀、啊。下回给大家聊一些吃播好不好？吃东西的时候，哎，就很幸福。是呢，是呢，谢谢兄弟们的支持。为啥我那个什么的时候用公众号播的时候就没有啥人？我讲确实像念经吗？
没有感情是吗？没有感情的季节。嗯，那个没有点关注的，上方我的关注还有我们工作号的榜二。小周，你为什么在榜一？你给我送了什么东西？你在榜一？我要把我自己的号顶在榜二。我看我有抖音。哦，我们这个号不能用抖音，是公司号。嗨，你是给我送好多玫瑰花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忘性比较大。一朵一朵玫瑰花，下一句什么？让我搜一下。一朵一朵玫瑰花，怎么说？我记不住后面那半句了。别冲，哎，这，哎，突然发现自己的号啊，可以冲，可以冲，可以冲，欢迎大家，那个直播间里面，你们这会儿，我这会儿们放的是啥歌？又是周杰伦的吗？还是周杰伦的？我姐，有没有人问？哎，我还觉得还挺奇怪的，我还想着肯定有人问，为什么只涂了一个小时？但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吗？多大招？你们猜嘛？模拟一下我的身高，比划一下，比划一下。徒步去月球，差不多差不多。你有1.7米的身高，你脚不太小。我闺蜜就是我最好的姐妹，跟我一样高，然后她是个3.6的脚。我每次跟她出去逛街买鞋啥的，我就很鄙视她。欢迎大家，好，谢谢送的粉丝灯牌，谢谢送的小心心，谢谢送玫瑰花，太感谢了，第一次录自己的好播，然后觉得还够开心。大家520快乐啊，在直播间陪我过520。好，下时间把这个字都这样了，这个字都这样了，不行，你知道吗？我怕会被给你封号。这个没有，大家这个完了。稍等，我在直播，等会儿我让稍稍拿过去。小一颜值真的高，你见过本人吗？见过本人吗？今天我们直播间这个光打的真的很难。谢谢这个星星，容忍一下困难，刚刚升级绝了。17级的，谢谢你，没拉腿，真的没拉腿。我给你比划一下，我要证明一下，我真没拉腿。我想拿个啥等一下，这个吧，挡一下，来证明一下我没有拉腿。这个身高1.7呀，朋友，我刚喊了好多遍嘞，刚突然想到，我跟你说，周同学，你知道周啥？你改天告诉我你的大名，我告诉你，以后就。没见过本人啊，那个没见过我本人的话，点一下我们榜二的关注啊，我工作号的关注，那个如果到我们群里去买，他是我本人，每天都在啊，每天都在保养，那很年轻啊，需要保养吗？天生丽质好不好？仙尘多，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点赞。这叫凉鞋，不叫拖鞋。在公司怎么穿拖鞋呢？不怕被人事赶走吗？我咋跟你说？我今天硬开个直播，我给你做表情包。这是我自己的表情包做的。然后嘞，我有机会。可以给你看一下万万，昨天给我看的算是。
他给我拍了50张，然后我选出了那么5-6张，就是我们公众号发的，同志们发一个视频，播放率特别低，然后兄弟们帮我点一下，搞一下播放率啊，帮我搞一下，不掉一下人都走了。我刚掉过了，我这会儿不想掉了，可以吗？我就是一身反骨，眼睛附近怎么发亮？眼发光的眼。榜二，榜二同志，这万阳为什么气消？榜二啊，看一下我们福林的号。牛郎，你知道吗？这怎么叫牛郎吗，同志们？太开心了，一个人过关，你还能给我送玫瑰花。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520大家都。今天还帮那个我们市场的小伙伴装了一些小礼物，但我想没有人给我送行李，然后我在这个小库房里面刷了一把，就给你拆东西了。啊，榜二榜，榜二啊，榜二，小周你快下来，小周你快下来，退。咋有给你还涨了不少粉是吗？欢迎大家。灯光的照片，那你是我男朋友吗？男朋友请回去带。不是直播间不是还有吗？然后我什么人？他刚才说什么床上腿用什么东西用，欢迎大家啊，大家这个下午好。周周你是在去的路上是吧？龙游吴彦祖差一点，差不多先生。踩地了，脚踏实地要。谢谢这个牛牛送的。牛牛不怕困难，兄弟你能赶上明儿广，这名儿真太棒了。跟我说的喜来胸肉，我说今天是哪儿人都挺多的，你在喜来胸肉排一下不得排个2个小时，对不对？最近有什么金地还有什么好吃的吗？金地我就是老去那边吃一个喜来胸肉，别的地方好像没有。我在那儿有一个就是苏州的菜，苏州还有扬州菜，还有还在那边吃过一次牛排，别的再没吃过。金地他的楼下都改成那小孩吃的地方。哟，海纳百川，欢迎我们直播间老粉们啊！点点关注，朋友们左上方点点关注，然后榜二是我们工作的号都可以点播。金菜，西安还有好吃的金菜吗？原来在赛格不是有一个烤鸭，那算是金菜吧？还有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小吊鲤汤，还可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北京的那个北京的那个炸酱面好好吃呀、啊！上次吃的时候，在北京吃炸酱面的时候，他不是给配菜配的那个叫什么菜，反正就是白菜嘛，大家做的很好吃，我印象就很好。哎，刚才这个是哪个朋友给我送的玫瑰花？谢谢幸福相伴啊！欢迎大家，我上方可以点点关注，下方可以点点赞。520大家都咋过的呀？看过留言，让我参考一下。一个人的520怎么过比较快乐？我来你家吃天津的炸酱面，你猜我去不去？你猜我上当不？你来我家吃，太冒犯了。我跟你说，掉鞋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多动症，知道吗？你身为一个有我微博的人啊，整天见我在微博里面发疯的这个伙计，你居然还想当我男朋友，你真的是，你心还挺大的。你真的认识我，你会觉得我认识我。欢迎蝴蝶谷啊，大家打赏一下我。反正就是今天好。我看到有个人的小手机，你都有吗？所以你就不会啊，整天在微博里面发疯。谢谢619送的小星星。我微博就是追星啊，而且我最近我微博不是签到了那个就是粉末呀，还有他们，我不是都签到了一个多月了吗？前两天忘了，就是临时漏了一次，但是我又不舍得花钱买个会员，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有一点不想追，觉得很累，而且我追的明星可能太火了，天天都在那里打架。呀，我自己到榜一了，我们的号，布林的号到榜一了，朋友们，主播谁是天蝎座？天蝎座的朋友请打一，摩羯座的朋友请打二。天蝎座很记仇，真的。你看，你这网络因为你天蝎座就知道你记仇，你都记到了。我每次收到那个，就是那个销售哥哥叫啥？啊，李宇龙嘛，你就记住人家的名字了，你知道吗？你会，真的是你要会，你先不会，你教我。不会，我还在学习。不怕困难的朋友成功冠名，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嗯，榜一是我们的工作号，那个这个我们点了关注的朋友们也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工作号。工作号的话也有每天也有早晚20几年。你是觉得我是不会算数还是怎样？还是你的套路太深了啊？爬是网线过来是吗？那我就换一个那个包的捂一下。171朋友请把171打在公屏上。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你们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就是我放一个，我要放你听。是你晚饭的味道。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下午好，一起过个五二零聊聊天，聊点绿色，聊点绿色的啊！是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先起个头。你说等会儿，等会儿被封了，等我以后。我在回消息啊，朋友们。是吗？当然不是啦。我们刚关注主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吧，还要是我们的听众。脑中有没有什么宝宝？我心疼你的，以后我知道你要干嘛。开始上课吧，我快走。谢谢六幺九送出的小星星呢。左边的摇头，我再看右边的摇头。619是不是你昨天还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下午在我直播间，在我们福林的直播间一直说一直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就非常执着，全网最执着的男人。见本人多没意思，见本人的话，你好意思吗？在这儿跟我不绿色？侮辱我男的前男友，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展厅的客户或者，然后每次客户来我都非常的尴尬，然后有一些客户在我们展厅里面就超级大声的喊，哇，在直播呢，然后我是。超尴尬的，你说我是要该走往左躲还是该往右躲？还有一些小朋友，你说来回窜，来回窜，来我们展厅就能见到我了，就是不要见到我就远远的看着，就跟我们非常懂事的小朋友一样。小朋友现在不在直播间吧？看，终于有人在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美甲只做大拇指？你猜一下，你猜一下为什么美甲？没咋说的，怎么样？这难道不是因为别的吗？因为没钱，你说的对了。领导只给了10块钱的预算，做一次美甲100块钱吧，只给了10块钱的预算，所以只能做大招了。应该会指甲。小周，你给我出血，赶紧出血，拉黑你！不行，我要为了自证，我要先把我的这个盖儿掀开，你知道吗？我给你看一下。
小姐姐1.71米，一米七一啊，就跟你们男生的那个那句话咋说来着？男生的视频身高的时候1.7多，就比如说1.7多，一定要说1.7多多少？像我们男生1.6，我记得是。我重，你看我这，我最近没胖，我没胖。我昨天回家称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胖。我之前想着我都应该，快100一个，后来发现还好了，105没有，我比105要稍微瘦一点点。夏天了，我觉得我还能再瘦一点。哎，小周你咋还不走？不是叫你走了吗？谢谢安祖的关注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方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榜一是我们的工作号，两号都可以关注一下。不离不弃，你这黑我，你现在就老黑我，你知道吗？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一个这个有小爱心的项链。想着520多个时候才能有仪式感，很少见我戴项链吧？我应该是前两天还戴了一个蝴蝶的，今天戴了一个小爱心，我少戴。啊，记不住要戴项链呀，困得吗？今天喝了这个带的咖啡液，带了两个咖啡液，然后带的牛奶，刚才灌了两个，还是非常的困。你真走啊？那你走吧。你别真走了，你说吧，你今天要讲哪个章节？拜拜，拜拜，兄弟。哎，不能，还是很有精神的，脑子在线啊，脑子还是在线的。My mind is alive. 打七米哦，是吧？辛苦辛苦，觉得你还是挺费的。红底鱼鱼鱼鱼鱼，是这样说吗？红底鱼鱼鱼绿鱼鱼鱼。鱼冷，我刚才想跟你说，这个工厂能关吗？好的。对，我跟你说，我都要给老寒腿了。你看主播是，刚才已经说好了好多次。这么快就关心上我了，你觉得从六猫耳朵小六啊，欢迎大家。咱展厅的空调还真是给嗖嗖的下来。谢幸运小兔子关注我们榜一，是我们五零的，是我们的工作号，可以关注。正常啊，但大夏天不去哪儿，去室外，不是去公共场所，空调都是这样。搞一个那个长一点的防晒，像我就是，我是不。你知道，在这种灯光下，我也是要。是啊是啊，我是00年的。好，谢谢那个天空00同志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榜一是我们的工作号。看不出来这么小，那什么意思？我长得不小吗？个子不小，年龄小，可以不？于是龙，你也是00年，我看一下你长得像00年，我看你长得不像00年的呀。哎，没发没发东西。
叫姐姐，不管是几几年都可以叫姐姐，叫你先叫姐姐。今天有人跟我说话了耶。我要吐了，这可以吗？姐姐是个宝，丢了不好找，所以要叫姐姐，知道吗？九号不是问我穿多大鞋？哎，你不是一直在我们直播间吗？刚才我们聊这个，你没听到？申请连麦。糖果罐里好多颜色。正常码数没有四零啊，女生最大就四零吧。方方龙探险队，超忙，让我看看你的品味。我这两天还在愁这个鞋的问题。木木关注的主播，我觉得木木是我们粉的，他们的小哥。怎么不去过五二零？这不是在跟大家过吗？可以的，可以的。主播多高？主播一七，是我们上海家的高度。我这么懒，你叫我站起来多动动，真是。不会吧？有可能吧 ？Maybe。好尴尬呀，我好尴尬呀，真的真的，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手，这是我花钱做的美甲，这钱必须到位。大家看一下，我的手还真是挺好。